台南市幼联西主会会长吴碧玉，因为日前到病院访友，看到真侪病友排队要来借轮椅，可以发觉到轮椅不足问题。会长吴碧玉以西主会照顾社会理念，伫会内发起爱心轮椅乐捐，得到众侪西姐西兄支持，总共募集到500,000的善款，采购一批轮椅要来捐予新台病院。发起老人生之老的精神，我就发起要坚持需要帮助要就医的轮椅，所以我就积极的告诉我们师会的师姐，大家发起，大家都争取了120台的轮椅，他们顶着大方坚持，奉献自己。50万，共计120台的轮椅，轮椅捐给成大就是他。立法委员陈廷辉、市员陈怡丁表示，现在医疗拢是以患者主体为考量，在服务方面，以轮椅的需求上大，真感谢幼联西主会以实际行动关怀社会。我们的幼联西主会今天，能够发挥我们的大爱，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能力所及，能够把它集结起来，一起来跟我们需要的每一个人来分享哈。我相信这是真的非常重要的哈。尤其他都要跟沈院长讲哈，这个是及时雨哈，本来已经准备去买轮椅啊哈，但是咱幼联四十岁在第一时间就跟他们说，我们管高长单轮椅啊，中间咱民间的管的吼，绝对拢比这。每一类被都他喝了哈，因为医院的采购有医院采购的一个标准，然后跟要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民间的捐赠绝对都比医院所采购的更好哈。今日的捐赠活动，新台病院也由院长沈孟如代表接下这份爱心大礼。今天不怀疑有些机会哈，因为市主任上班族不懂来内部的哈。新台医院的轮椅有什么特色？第一个，不用压证件，你可以用的用。啊，你去其他病院去看哈，所以做轮椅的话说压证件甚至要缴钱。成大医院的轮椅是不用压证件，不用缴钱，一个有很多。第二个是一定定时清销，所以轮椅用公勤去担当，勤去担当。所以早早哈，现在因为消耗量其实用不多了，用不多了。啊，所以用不来最起码都快得买一批新的轮椅。那刚好有人是只会。说他们要捐赠90辆，而且是他的轮椅比我们买的更高级了哈，更高级，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及时雨啊。新台病院院长沈孟如表示，高龄化社会，老年人人口比例攀升，真侪银发族行动不便，就医需要轮椅，而轮椅的使用率高，需要太旧换新。真感谢幼联西主会关心病院上需要的医疗服务，让病院有挂充足的轮椅，早让患者挂一个便利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